好来哦，这个农历的七月特别搞的，因为今年原物料拢来起价，所以要普渡拜拜的糖啊饼，有真济嘛拢对咧起价。台南糕饼业者讲，包括糖、油、米粉等等，拢比去年贵将近四成。啊，若拜拜用的行李嘛起价，掺这个金纸丸啊来起价。业者是真无奈，讲这个顶厂来三抓，啊，就起三届。这个钱哦，是愈来愈薄了。趁一个用半价银价来买物件，外当民众烧钱买来买，一摆拢是半几啊地。另外一边买卖人嘛未少，今年真侪物件拢起价，婆婆妈妈买起来嘛真有感觉。买物件拢足贵嘛？贵啊，一千块走了，拢真无贵。起真济，阁有糕饼类业者讲，面粉、糖、油，阁有真济原物料拢起价，其中油起上济，因真正挡袂落啊。哦，原物料吼，最近一直起价，嘿，一波一波安尼起，大概又起三成至四成。贸易业者讲，今年初发生抢价两条，计小高单约袂落价。去年进货鸡蛋每二十台斤大约780块，今年爱940块，另外肉类嘛起价啊。拜拜一定要用到的三星嘛，起三百起，甚至起五成。有10%、20%左右吗？不止。唔呐，食咩起价？金纸店业者讲，目前每一项拢起价，供应商来三抓都起三百，起差不多两成，啥物拢起嘛，无怪乎民众真有感觉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